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默克讲堂心理学概论。我叫彭凯平，我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这堂课由我来主讲。今天是我们第一讲心理学导论，何谓心理学？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应该就是心理医生治疗人的心理疾病吧。心理学大概就是读心术，可以知道人在想什么吧。我觉得吧，心理学就是关于那个笔记分析啊，星座分析啊，性格什么的吧。心理学应该可以帮我找个男朋友吧？或者可以帮我跟男朋友不分手，或者可以让我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心理学对我的意义。心理学呢，就是能让我更好的了解到别人，更好的跟别人相处，我是这么认为的。要定义什么是心理学，我们先可以看一看心理学不是什么，通过比较科学的心理学和虚假的心理学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首先我要说，心理学不是相面，很多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第一次碰到心理学家总是爱问一个问题，猜猜我在想什么。我经常回答，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知道75%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碰到心理学家的第一个问题总是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心理学研究的不是个案，研究的不是你的个人的心理，我们研究的是大众的心理，研究的是普遍的规律，科学上我们叫做大数原则。没有一个正经的经济学家会说这只股票明天一定会涨，这违反他的职业操守，违反他的职业训练，违反他的科学的原则。但经济学家可以说股市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所以科学总是研究规律的，心理学不是相面，心理学研究规律。第二个误区，很多人经常说，你们心理学就是给我们算命，预测我的前景，预测我的婚姻，预测我的工作。实话说，这也不是心理学，心理学不是算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算命是一种迷信，心理学是一种科学，它讲证明，它讲证据，它更讲证伪。1998年，我第一次回国参加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我是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生，学校邀请我回国参加校庆活动，但是因为飞机晚点，我到了机场没有任何人接我，所以寒风之中我在等出租汽车，正好过来一个道骨仙风的道士，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他说啊，您正好没事，能不能给你算3个卦，算准了你给钱，算不准分文不取。我正好闲得无聊，我就跟他说，你给我算算命。他说，第一卦呀，你一看您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一定是个成功人士，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回答？我只好说对。好，一卦算准，且听二卦。他说啊，一看您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定必有大发，可惜啊，你现在缺个好帮手，对不对？你想想，我在寒风之中等着出租车，肯定缺帮手，所以我说对。好，他立马说，两卦算准，且听三卦。男人四十一枝花，您啊一定要小心桃花运。作为一个正当壮年的大学教授，我知道桃花运是我们的职业风险，所以我说啊，这也对。好，三卦算准，您掏现金。我觉得不对呀，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知道科学的原则是要证伪的，所以我立马跟他讲，对不起，你这3个卦好像适合刚才所有在国际航班下来的中国的中年男性。此话怎讲？他马上问我。我想你想想啊，这些人能够坐国际航班下来，不是成功人士也是小有成功人士，对不对？他说对。第二，这些人都在等出租车，肯定缺帮手，对不对？他说对。第三，桃花运可遇不可求，还没来，是不是应该小心？他说也对。我立马讲，3卦全对，你得给我现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心理学教授。他立马说，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吗？我们不是一家人。他讲的是迷信，他讲的是确认，他让你相信。我们心理学是个科学，他让你怀疑，他让你批评，他让你去证伪。所以心理学不是算命，心理学也不是配星座、查血型、看颜色，这个都不是我们心理学正经的研究范围。网络上有很多心理测验，手机上有很多心理的故事，这些都是娱乐的心理学、大众的心理学，不是科学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与这些星座、血型、相面、算命都没有关系。还有一些对心理学的误解，就是以为我们都是搞心理咨询的，都是从事心理救助、心理干预的工作。心理学家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科学的心理学不光是心理咨询，科学的心理学还有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研究教育心理学，让我们的孩子学得更好，成长得更健康。我们研究军事心理学，让我们的战士更有士气，让我们的军队无往而不胜。我们研究体育心理学，让我们的体育运动员最佳地表现出自己的竞技水平、竞技状态。我们研究方方面面的心理学，经济心理学、政治心理学、通讯心理学、工业心理学，这都是心理学家研究的范畴和范围。还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心理学讲的就是常识，无非就是让我们开心一点、正面一点、积极一点。心理学是不是常识？心理学的知识可以解释常识，心理学的揭示也可以解释常识的错误，但是心理科学的研究它不是常识。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会以为自己知道。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认为他知道爱情，所以在6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Arthur Aaron 做了一个有趣的工作，研究恋爱的人互相之间凝视的程度有多强，凝望的时间、互相对视的时间有多久。这个结论出来以后，媒体报道说恋爱的人看别人的时间要长一些，这就是一种对心理学知识的简单描述。结果很多公众不以为然，以为心理学研究的都是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认真地看一看 Arthur Aaron 的研究报告，其中有很多的方法测量人们的凝视的时间，而且有很多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恋爱的人要凝视对方，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有什么样的心理结果，有什么样的婚姻的价值。有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公开的建议要把心理学排除去人类的美好的关系之中，让这些关系的问题成为文学家的问题、哲学家的问题、艺术家的问题，而不是科学的问题。所以美国心理学会决定啊，所有研究爱情关系的心理学家的成果特别优秀的奖励以这位议员为名的科学大奖，所以这个人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大奖的获得者。这就是我经常讲，好多时候我们其实简单的理解了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心理学还可以解释常识的错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著名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卡利曼教授的工作就是发现人类有很多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倾向，把对人的认识、把对心理的认识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直觉基础之上，而这些经验和直觉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不可靠，为什么会产生。下面啊，请给大家看一个案例，这是卡里曼教授在全世界所做的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讲的是一位叫王楠的女孩，单身未婚，年龄30多岁，说话坦率直言，非常聪明，大学她学的是哲学，在念书期间就对很多社会问题感兴趣，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现在请让你判断一下她最有可能在做什么事情。第一，在银行做一个普通的出纳员；第二，在银行做一个普通的出纳员，同时还积极参加女权运动。你认为这两件事件，哪种事件最有可能发生？卡利曼教授发现，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第二种可能性，
他们认为如此聪明、如此关心社会问题的女孩不可能在银行只做一个普通出纳员，业余时间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运动。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的逻辑角度来讲，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比其中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要高。他要做一个银行的出纳员，同时还要参加女权运动，不可能比他只做银行出纳员的概率要高。这就是联合概率的判断误差。卡里曼教授的工作证明，我们人凭直觉、凭经验做判断，很容易产生偏差。再举一个现在的例子，我们现在有一个神话叫做中国大妈，就是说我们过去一年中国大妈扫荡了世界的黄金市场，购买了世界上大量的黄金，击败了华尔街金融大鳄的阴谋。其实这就是一种印象，这就是一种直觉，我们应该看证据。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近刚刚完成去年中国10万户家庭的调查，意外地发现购买黄金最多的人群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老大妈在中国其实买的黄金是最少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在国外市场扫荡黄金的是中国的富人，那些富裕的老大妈，所以不是中国老大妈，是中国富人击败了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就是我们心理学强调的证据、证明、证伪的意义。